老师一定是京沪一带第一流的老师，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校园的设备，学生的生活公费嘛。啊，我们学校旁边就是农场，还有医务室，还有游泳池。那个时候有游泳池很不得了，没有学校有游泳池的了。学校后面有牛奶厂，蒋夫人买的，那时候有几十条奶牛，所以蒋夫人说去看我们，他第一句就是问：“你们都好吗？啊，牛奶好吃吗？”车厢里边，你想挤进去都挤不进，满满的车厢，顶上都是人呐，啊，那很乱呐。就我们就拿着我们那个二十几部那个猎枪嘛，就守住那个列车那个，那些暴民就不准他们上来，这样才能够，比如保护我们走了十三天，那走走停停的，十三天才开到广州。